近年，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形势严峻复杂，套路繁多，危害严重。今晚，王牌家族将化身反诈达人，和反诈民警一起进行一场模拟反诈演习。沿江东路站到了。首先，让我们欢迎王牌家族，欢迎嘉宾队。韩松月、白敬亭、赵又廷、沙溢。大家好，我叫沈一点，被元宇宙里面炒地皮的人把我给坑了。我叫火星花，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投资的项目，骗了我给火星发射器来助力的这个加油钱。大家好，我叫夏明，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投资项目，我觉得挺不错的，没想到那是一个骗子。我是乘务长，我叫关墩墩，冰墩墩的狂热粉丝，因为代购然后被骗了。我叫宋前来，给兄弟买团购冰墩墩然后被骗了。我叫李尖尖，我是帮我两个哥哥去买了冰墩墩然后加入了一个什么团购被骗了。我是游戏架构师肖鹤云，我想参加校花校草大赛然后被骗了5000块钱报名费。我是一个穿搭博主，大家不用想也都能猜到我被男人骗了。我被骗了4.5万元。妈呀，哎呦，他的网名叫杨洋，杨洋不是我安排的啊。我跟他是真心相爱的，可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在临见面之前他借了我的钱，人可能出意外了吧。那位大爷，你是被哪个大妈给那个伤了呀？就在一个广场舞群里头。我叫沙子爹，沙子爹。有一个叫校花校草群，群里啊有人发布消息说谷爱凌能够帮着孩子学滑雪，我就报了名，然后被骗了，就这么着。今天我们这个反诈培训班啊就算是正式开班了啊。我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培训班的另外一位讲师以及我们的警方顾问，来欢迎他们上场。实力见证王牌，时刻记录精彩， vivo 王牌时刻。大家好，我是本次培训讲师，我姓陈，欢迎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培训。陈老师好。你们好啊，我是咱们这次的反诈警方顾问刘警官。刘警官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警方接到线报，我们反诈培训班里的成员有2名是诈骗犯。什么？我说我怎么就感觉到背后有个凉气。所以这次反诈之旅除了要宣传我们的反诈知识，提高反诈意识以外，更重要的是配合警方找出这2名诈骗犯。我们会把每次收集到的线索提供给在反诈课程中表现优异的学员，所以大家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首先请大家上交一下自己的身份证，我要好好查查你们喽。哎呦哎呦，紧张了是吧？紧张了。我是不是紧张了？没有没有没有，心虚了是吗？安全防诈第一条，反诈口号要记牢。冬瓜西瓜哈密瓜，不做被骗的小傻瓜。今天这个任务不轻啊，当然我们这个培训班呢优秀学员，我们节目组也准备了一个相当有牌面的礼物，请看大屏幕。哇，看到了没有，这个是 vivo S12 和 Demo 联名礼盒。哇，好可爱呀、啊！
这归我了啊，你们谁都别想要。哎哥，这么青春的礼盒更适合我。哎呀，看来咱们这个 vivo 的这个礼盒吸引力是真不小。吸引力非常大，当然今天得不到也没关系，联名礼盒3月5号到8号还会全网限量发售，定制款手办等你带回家。明天开始起进入 vivo 线上官方旗舰店去抢购吧。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反诈，来到了经典的传声筒环节。第一轮我们要进行的是方言反诈骗。平阳就为花作肥，三万五万没现肥。启用诈骗预警功能，它就可以帮你屏蔽诈骗电话，识别骗术。警民联手，齐心反诈，请一起努力。为了让更多普通群众的反诈意识入耳、入脑、入眼、入心，各地民警创造了一大批花式反诈宣传方式。其中包括通过村村响广播、短视频、无人机等方式传播的方言顺口溜，流传快、接地气。首先要挑战的是王牌家族鹏哥、贾玲，最后一棒花花。我们请上两位王牌对王牌的热心观众参与其中，欢迎他们。你好，大家，我叫美兰，我是法国人，我在中国3年了。大家好，我叫傅迪尔，我在中国已经6年了。哇，请后面四位戴上耳机。这一轮，我觉得对王牌家族来说难度不大，因为要传递的是湖北话。我看一下视力。广大的群众，请注意。方便之事要牢记，要向别人不确定，不要跟骗子赚钱币，有钱的存到银行里，没得钱的莫带网上的。那何不把花花放在第一棒呢？那就太地道了。好，传递开始。湖北话，湖北话。广大的群众请注意。广大的苏东群众，苏东群众，群众群众，广大的苏东请注意。行，防骗知识要牢记。广大的苏东加一方便宿舍，广大的。你刚才说的是哪两句啊？我先说第三句啊。万一咱会第三句呢？要想别人不戳你，不要和骗子赚钱币。太强了吧！有钱的，存到 bank 里，银行里 ，bank 里。嗯 ，no money，no computer。哦 ，no problem，easy。冒汗了。你好，看来学习成果不错，怎么一头的汗呢？你好，辛苦你了。别，再整点那扯点咸蛋呢，你啥都忘了一会儿。很多几句。很多字儿，没事。很多字。广苏东咖喱。我听一下贾玲湖北话。广东苏龙家里田里，bank 里，bank 里田，bank 里，bank 里。No money, no money, no computer. No, 这个技术没有电脑。这个、no money, 广东没钱。广州苏东苏肉，广州苏东苏肉，白花钱，白花钱。不给钱，没电脑，广东苏东白花钱没有电脑，yes, 没有吃饭都没有。Yes. 好的，准备好了吗？花花，湖北方言，对，湖北方言。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一句没有，很简单，广东苏东苏荣没有电脑，没有电脑，对，没有钱，没有电脑，白
没有钱，没有钱，没有吃饭，都没有，都没有。对，很简单。好，很简单。嗯。哎，挺多内容的呀。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湖北话是一个话系吗？不是。瞎编嘛。没得电脑，没得钱。遇到骗子，莫着急，莫着急。哎呦，下载反诈 APP， 恶 APP。骗子一听就勾机，帮你追钱，我追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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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可以即兴编了一个反诈的顺口溜，朗朗上口，非常好记，而且对了八个字。哇塞，你俩这个机长机的真的是什么原因呢？你俩在那儿弄了好几分钟。高兴啊。怎么猜就能猜出七八个来呢？赢在自己能编顺口溜这儿了，创作型了，都是创作型。第二轮只看不过瘾，那就下载会玩 APP，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王牌同款聚会游戏。我们的玩法要稍微升一下级了，是混合的肢体比划啊，就是每一格传递的格子里面会有两队的各一名成员。因为小宋会加入王牌家族啊，完成这个传声筒的游戏，所以呢，我为你们这个反诈队请上一位帮手，让我们请上演员张子贤，欢迎他。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子贤。好，第一轮肢体比划，第一格腾哥和我沙哥啊，来，啊，组合表演啊，来，我们上一下这轮要传递的词。你开车，你开车，可以了，传递开始。碰瓷儿，倒是拉我一下啊！倒是拉我一下啊！你假的，演哪儿去了？这都，我那个行，好啊。开车滴滴。碰瓷儿，倒地，碰瓷儿。开车，碰瓷儿，都不给我们表演的空间。你感受一下。碰瓷儿，这么简单？是吗？他不敢相信，都不敢相信，这么简单啊？那你们搞了那么久，排练呢？怕真撞上，跟大家说一下，遇到这样的事情，拿出电话，不要私了，让交警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好，第二题，请上词语。一进屋磨了，那咋也想不出来是一波多。行啊，传递开始。斗地主，抓赌。往哪儿去？没别人啊。瓮中捉鳖，三个字。是怎么的？获奥斯卡了？数钱，打牌。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警察。出来。还是场大场面。来吧。打牌。警察啊。抓这么多呀、啊。三个字，三个字。贼窝。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哎呦呦呦呦呦呦。还想跑。很关键啊，我在后面拉了那么一下，很关键啊。啊来吧。你当警察吧。好的，三个字。赌博，赌钱。犯罪团伙。说最后那一趴是关键哦，那个是关键，不知道幕后老，幕后老，幕后老爷呢？幕后老，我感觉我应该是猜对了。那你可以猜呀，你要猜了，咱们就赢了呀，一锅端。哦，啊，哇，演对了，演对了，这个真不错。对，黄白家族拿一分。最后一题，第一格是那个小白杀一格，看我们这回给你演啊，到位啊，加油！来吧，那就上词啊。行。嗯。压正了，压正。嗯。传递开始。四个字哈。好。黑社会老大，社会大哥，争先恐后，压你一头，鞋，裤子，鞋不压正，精干部，我肯定是正了。那行，那我也鞋的。几个字？首先，我是什么人？警察。警察。这是。猴。猴。行，关门，放弃了。枪林弹雨。警察跟傻子。警察与白痴。对，确实是。应该找白痴，这不是，你念那个，念这个四个字的啊，四个字，一个成语，枪击，还有他的，我妹妹先来，我妹妹，成语四字，老不正经。那也应该从你堂哥这儿出去的。这词儿，想看一下老不正经，给你演一遍好吗？来吧，老不正经。这个样子猜不出来，我跟你说，小童啊，离开家族。这个样子猜不出来，我跟你说，小童啊，离开家族。来吧。街溜子。
邪不胜正，差一个字儿，邪不压正。啊，邪正。这个为什么是邪呢？我们看到的是。非说我是猴。好了，这轮挑战呢结束了啊，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家族。下面进入七猫必读时刻，不知道看什么小说就上七猫必读榜，推荐我最近看的《寒门消逝》，想知道落魄书生如何带着全村致富吗？快去七猫看吧。好了，接下来在这轮比拼的过后，马上开始进入第一轮的分析。各位，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轮搜证的环节。刘警官呢，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但是因为两位卧底心里发虚，所以他们会在大家看到线索前偷偷接头商量对策。现在所有人进入隔间。接下来请混入其中的两位诈骗分子出现。黑龙白鸽再续前缘，哥，师弟，兄弟上阵必必昂，成功升级为卧龙凤雏。本期王牌对王牌的主题为反诈，特派你们二人扮演诈骗团伙成员。咱俩去冤枉谁啊？现在你已经被冤枉了，冤枉贾玲啊？嗯。保重。好，所有人可以出隔间啦。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共同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拿到的证据。王牌自护卓瑞不凡，飞鹤新飞帆卓瑞含乳铁蛋白和十倍益生菌，给宝宝王牌自护力。接下来进入飞鹤奶粉王牌卓瑞自护时刻。校花校草啊，来站到中间来，哪三位？来吧，校草。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真心相爱的？他实打实的给我转过账，他怎么会骗我？13.14和5.12。哎，目前看贾玲说的话里没有要钱的意思啊，没有，对，没有说。我被人骗了，我还跟人要钱。杨洋给你发过好几条语音，对，都是情啊、爱呀、什么的。把语音播放出来，大家听一下，杨洋对贾美丽说了什么情话？赶紧起床，贾美丽。是他。工作都这么晚。赶紧睡觉吧，贾美丽。谁能不上当？你说说，赖我吗，哥？那你的钱被谁骗了？不是，我俩不就要见面了吗？就奔现了，结果奔现的途中，他忽然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让我给他打45000过去，他有点急用。哥，你说要是你打不打？我不打。不是，对面是杨洋，我得打，然后打了45000过去。
稍等啊，我打断一下，抱歉啊，我问一下，杨洋给我发的那个是吴彤找杨洋录的吗？杨洋本人录的。那我给转45000，我有什么问题？我都转少了。他应该不是骗我，他是爱我的。你这个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太容易，你要是杀一哥我肯定不会上当，什么你是杨洋，你也看对象啊。对，我这边说有事顶多买果篮看看，我要钱没有。校花校草群还有两位，你们被警官找到了什么相关的证据？杀一哥有进这个群吗？在群里。对对对，这个群里就是可以认识谷爱凌，谷爱凌正在选有潜力的小孩教滑雪，我说欢迎加入踊跃报名，我是把这群贴出来了。啊！哎哎，妈呀！腾哥，花花，有问题。你看这个群里可以认识谷爱凌，然后下面贴的是校花校草群的二维码。What？ 我交友吧比较少。我除了这个群没有别的群了。Oh no！ 而且像我们这一波的校花校草，现在都为人投杀一哥吧，为人父为人母，投杀一哥吧，腾哥。我觉得，保来吧，说。不是，我不保，他就是我觉得你可得仔细保他，那就你。他是个棍子，你就留着他。那就是你，要不都游戏都没意思。贾玲，我说一句。王牌这么精彩的节目能办到这么多期，你觉得导演是傻子吗？连让我跟师哥连当三期同样的角色。哎，等会儿我问你啊，吴彤是不是傻子咱们有待研究。但是我问你，光传声筒这个游戏一共几季了？你们俩那我角色词儿都不都一直在变吗？可是我也是被别人骗的。不，你肯定是，你肯定是了，哥。我啥呀？我建议你就别说了，多说多错，言多必失。你报匪吧。丁墩墩是你，小宋，还有小童是吧？这个是小宋。因为有一些人找我。帮他买，你帮别人买冰墩墩，啊，因为别人转给你900块钱，总共是多少？45000块，他收了。哎呀，手抖了，哎呀，你转给麦当了？我转了呀，然后就没有冰墩墩，哦，然后就集体被骗。可是你这个不是别人转给你的吧？对，因为我有路子嘛。那你不是骗别人了吗？那这个应该是你的收入记录吧？对，都是转给你的。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这样？你嫌疑太大。看错了。好可怕呀！太让我失望了。长得这么清纯。我就实名诈骗，就是我，实名诈骗。我们投票吧。我们请上刘警官。现在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推出你们认为四个嫌疑最大的嫌疑人，然后我们警方就会把他们的手机没收了。每人拥有两票，必须投完两票。来吧。好，投贾玲的举手。两票。两票。先问一下那个又婷，你为什么会投贾玲？我觉得我不投玲儿姐就投腾哥，因为他们俩一搭一唱的实在太明显。我跟他一搭一唱，是我的职责。我并不想跟他一搭一唱。接下来，鹏哥的举手，1、2、3、4、5，投杀一哥的。咋还比你还多呢？6票呢？投花花的举手，投小童的小宋的举手，又婷的举手。没有，松韵的，嗯，小白的，一票。你不问我一下吗？为什么我投他？问一下吧。我投小白，
是因为他自报家门的时候磕磕巴巴。他说我不理性分析。来，这样四个人的手机将被刘警官带走，分别是沙溢哥、腾哥、贾玲、花花。通过这轮的分析看得出来，大家的反诈能力呢都提升了不少。其实现在啊，网上诈骗也很多，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普及一些反诈的技巧。来，小杜，小杜，我在呢。你说几个反诈技巧。不接陌生电话，不点陌生链接，不转陌生账号。我宣布，小童，你可以替代小杜上岗了。好了，那接下来马上前往下一个培训地点公园，在那儿开始我们的反诈第二课。这次我们的反诈培训班啊，大家除了完成各种反诈的这个演练之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反诈宣传。接下来先来欣赏一下由腾哥和花花共同带来的反诈歌曲 Stay With Me。 当我闭上我的双眼，脑海浮现你的容颜，我想陪在你身边，轻抚你美好的脸。是梦的话，我现在就醒来吧。哎呀，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吗？啊 ，Falling you。忘了之中相识，渐渐的与他相知，希望他最后能把我当回事。我以为我们一相识就可以与他的相知，结果我对真相一无所知。 Stay with me， 别让我在夜晚独自哭泣。 Stay with me，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你？兄弟，被骗了多少？八千。哥，你的？3万。我只是单身很久，想要找个女朋友，网络什么样的人都有。现实节节计较，没钱就嚷嚷着分手，前途掏空还嫌不够。第一步是寻找目标，成功人士需首要。第二步是取得信任，让你对他起来更深厚。第三步是大胆投入，尝到甜头的继续迈步。第四步是销声匿迹，前从此就无法再见。距离之间离你终点，再也无法和你别离，总是突破我的防线，露出你灿烂嘴脸。杀猪盘碰上就设定一万万。 Oh no， 真爱很难，不要为冲动买单。 Oh Falling you。 兄弟，以后别再陷这么深了。谢谢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这是用非常实际的例子来宣传反诈了。那接下来呢，继续进行反诈培训。实力见证王牌，时刻记录精彩。vivo 王牌时刻。王牌对王牌。走吧，我们去公园看看吧。南来的北往的啊。别信，都别理他。老夫妻双男，凭着眼力就能玩啊。过去看。压得多，咱给的多。回家买辆摩托车，压得少来给的少。回家买块电子表，各位要不要玩两把？是什么？我先看看是什么。哎，有的是啊，小酒盅，这叫颠三八。哎，里面有个小卡片啊，哎，一面是三，一面是八，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小酒盅，还有一个小纸牌。
一会儿呢，我会把它放进去，这么一颠，咱就猜里面是三还是八，很简单。那考察的是，考验的是运气。来，我们找个宽敞的地儿。这么幼稚的小游戏，你说能骗到钱吗？我能看看吗？可以看，可以看。对，可以先检查道具有没有问题。这边是八。对，另一面是三。这边是三哈。哎，实战机会啊，我给你们每人发三张等额的这个美食券。嗯，运气好就能赢老板。来，哎，你先稍等稍等，我先解说一下游戏规则啊。一会儿压的时候，压三往这边压，压八的你就往这边下。你下一张赢了呢，我就给你一张；压两张给两张，压三张给三张，压三张给三张。我可以颠吗？你可以颠。哦，他真是有时候可以颠三，颠成三；有时候可以颠成八。来，三八三八，来，咱让这看一下，一点之差。哎，天上星星看不清，九里三八看不明，看得清来瞅得明，压到哪边都能行。来，我这样，我给他一盖。来吧，是几啊？三，往这边压。八，往这边压。三是吧？确定吗？这次确定。我压八。我压八。好嘛，玩这么大，开一下。往前放。一号，三中了。这么幼稚的小游戏，你说能骗到钱吗？我再来，再来，再来，来。给他盖住，这次给他盖住。我压八。那我压三。压三啊！咱俩再离近一点，对，他下的多，咱让他看看一点，哎。哎，不好意思。八输了，你看变三了。这怎么回事啊？那这样我自己来开啊，你自己来开，你自己来开，我自己压，我自己玩，自己玩。那你回家呗，你在这儿折腾啥呢？回家玩去。那他是给你出道具的是吧？你还有啥别的展示吗？有，别着急，别着急，换一个玩玩呗，换一个玩一下啊，换一个玩一下。来，我稍等我一下、啊。你找几个看家的过来，找几个看家啊。因为这算赌博，赌博吗？他也这不是赌博，这是诈骗了已经。对，咱这个游戏更简单，就是一会儿我拿这个瓜子往里一扔，哎，可能我手里会留两个，我这么一扣，猜几个？哎，猜里边几个瓜子。一会儿小白又婷也来试一试，你们俩来。我们队里三个最冷静。行，来，他们观察了很久，应该能找到点门道了。听好了，看仔细瞧明白啊。哦，看成几个了吗？四个。哎呦，手慢了，这会儿可能。来下注吧。你先来吧。都压一个。压几个？压四个是吗？我压五个。我压五个。这都我刚才我回去把房子卖了。五。哎。五。一二三。三。哎，四五六。啊？为什么呀？不好意思啊。他这玩意儿有犀利的那拍啊。不是，你都让我们拆穿了，这牌有犀利。换一道。这牌犀利，哪个？这俩瓜子是假的，是吧？这俩瓜子是假的。那刚才那个三和八，为什么你也能让？就是三和八没看清怎么回事是吧？没有，是在垫子上是吧？在桌子底下。啊！你看，这个东西就是无孔不入。哦。郑老师是一位公益的反赌知识的宣传者。对吧？我呢是一名公益的戒赌师，就是帮助全国各地的赌徒戒除毒瘾啊，专门呢揭秘这些，就是赌博里面的这些诈骗的手法啊。有没有可哪怕一点点可能我能赢的？因为做局的人都是有充分准备的，任何一个人上这个局上来玩，一不占天时，二不占地利，三不占人和，所以说你永远不会赢的，永远不会赢。对。
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公益戒赌师。嗯，这些年呢，我从这里面见证了太多人因为赌博出现了家庭的悲剧，包括社会的犯罪等等等等，输得倾家荡产的、妻离子散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一期节目呢，反赌反诈的这个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各位亲爱的学员们啊，反诈呢是一个持久战，我们除了要提高反诈意识，学习反诈技能以外，提高我们的体力和反应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呢，测试一下大家的体力和反应力。这边就是我给你们新找来的宝贝啊，这是小度天天健身镜啊，我家也有。小度小度，哎，我要玩飞机大战，打这个打这个，哇，好灵敏啊。哎呀，这个需要人来回跑，让飞机放子弹。这个行 ，S 一般都是加速的。时间到了，40秒钟，小童消耗了3.2大卡。哇，我也想和你 PK 一下。那你快来呀！这个真的可以。啊，我走了，我输了。这让我也突然想运动一下了。只要用小度天天健身镜，现在消耗卡路里还可以换奖励，和你那个电影一样。这真的挺好的。那个送我们几个？贾玲得送俩。一个照不下是吧？如今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快递，这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如果不查验就签收，结局很可能会让你心惊肉跳。希望通过这个环节，不光给各位敲敲警钟，也给电视机前的各位呢提提醒儿，收快递的时候注意安全，正规渠道最可靠。嗯，小生意人做生意经营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就得找值得信赖的大品牌，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而且现在啊，新用户下载杜小满 APP 就可以领小微加油站活动惊喜好礼。规则是这样的，面前每一排有9个箱子，每人在绝对不可以触碰箱子的情况下选择一个。第一轮9个箱子，2个有水的，2名诈骗分子是知道几号箱子有水的。3轮过后身上没湿的就获得了胜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判断谁可能比较有嫌疑。第一轮，我感觉我今天应该会挺幸运的，就是我就只要腾哥做哪个我跟他换就好了。哥你运气好，你选定的一定是没水的。自由选吧。哎呀，我挑个号不好的。那腾哥，咱俩换吧。腾哥，咱俩换吧。太多人想跟你换了。对不起，我刚不应该怀疑你，三哥。我后来想了一想，我觉得我错了。是不应该怀疑我？我刚才弟弟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真的对不起。我以为我能跟你换呢，都轮不到我。行，换换换换换。你是几号？5。选好了啊？我先来吧。你先来啊。如果坐下来有水的话，你就是清白的了，对吗？因为你肯定不会挑一个有水的去做嘛。如果我是，我有可能上来就挑一个，我一下就把我排除了。负负得正，没错。但是，我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腾哥是一定知道，肯定会有人要跟他换的。所以他，哦，来了，又听来了。好，你要这样说，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然后啪一坐就完事了啊。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呀，我试试。哎，哎，哎，谢谢腾哥，谢谢谢谢。别，你把你的给我了。下一个想看谁？你们。腾哥先来是吧？腾哥是被动换到了5号，我是被动的，所以我这个如果是有水的话，我按我的逻辑，我就把婷婷排除掉。对，他如果是一个卧底，他挑一个有水的特意跟我来换，
我觉得它不可能这么明显。如果我这有水，我就200%认为婷婷不是卧底，好吧？来，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耶！还有七个箱子，里面有两个箱子有水。这样，就一二三四轮过去吧。可以可以。来吧，花花。我选的快递，绝不是个好快递。走。你这得快速做，慢慢做不行。哈哈哈哈哈！什么东西里头？水。花花，你这裤子穿的蛮好的、啊。来吧，小头。还有苏玉、小白。没有，都没有，都坐下了，没人跳下去。他没坐。啊。坐了吗？小朋友，你是否能了我？我下不去了。这也太轻了吧！第二轮啊，你们自己商量。来，我跟腾哥的理念是，炮弹绝对不会在同一个坑。腾哥，拿来吧你，无话，拿来吧你。哎呀，这是个啥人呐？这一轮九个箱子，有水的四个。哇！那我不换，我不换，我不换，我不换。哎，两名诈骗分子是知道几号箱子有水的。哦，我懂你哥，我懂你，我也是这么想的。四个概率太大了，我就跟贾玲我俩想一起去了，19绝对不会有。哎，是这样，或者你现在你选八了，你也可以找我商量，可以。换不换？换，我不换。来吧，咱俩一起好不好？一和九一起，验证我们俩的话是对的。好。我们两个小机灵鬼，哈哈。啊，九号腾哥，一二三，我选的快递绝不会是诈骗快递，绝不会是诈骗快递。还不错吗？那我咋觉得你这也悬呢？不可能，你这已经重复了，我这还能再重复吗？来，我选的快递绝对不是坏快递。呀！哎呀，不对呀、啊！那证明你这个人有蹊跷啊你。但是哥，你的嫌疑没了。我也觉得腾哥基本是在我这儿没有嫌疑了。哦，还有七个箱子，三个有水，我来试。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腾哥一开始就知道，假设八号跟九号都是有水的，那其实对于腾哥来说，换与不换结果都是一样的。以腾哥这个记忆力，也可能有可能忘记了九号，记错了。如果我这个有水，那腾哥就还是有嫌疑。我何不挑个什么二三一什么的呢？我知道。哥，你取得了我的信任，哥，够了，够了，来吧。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花花，你肯定是好人，两次了。还有两个有水。俩女生一起吧，来吧。我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咦？哦呦，都完全。好棒啊！还有两个。这样，小宋来。
还剩一个吗？这样，要么你跟沙溢哥一起，要换不换？来吧。你换的根据是什么呀？不是我提的，他提的，我就想跟沙溢老师换一下。我想看一看沙溢老师的态度。刚刚确实没有人跟沙溢哥换，沙溢哥自己选了五号。不是你们几个都选完了，最后剩的。你确实很清白啊。对啊。来吧，石哥来个空中转体三周半，啪一屁股拍上。对，沙溢哥拿脑袋往里扎。命都不要了，就为了证明清白。近期还杀师哥呢，出来变吴老二了。来啊，我们的口号是：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哇！我觉得按我对沙溢哥的了解，沙溢哥会选那个带水的。哦、oh. ，然后正好跟他换了，然后沙溢哥那个变成不是水的了，有可能。那如果他这个座位上要有水的话，那就代表我刚才的分析是对的，沙溢哥专门挑了一个带水的。哦、oh, ，有道理。往里蹦，再来，走走走走走走。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过水的人士，贾玲、小童、沙溢必有一匪。这一轮有水的箱子六个啊，这个真的是三轮九号选好了，我就不信能三个九。腾哥就确定选九号。Nine。腾哥，我觉得你这个选择特别的睿智。一个弹坑里还能有仨炮弹吗？不可能。九号如果还有水，下期我不录了。好，选定自己的箱子啊。腾哥，来吧。我的炸弹两杯要水，我的炸弹两杯要水，我的炸弹两杯要水啊！你太自信了，做的是不是给下棋不录找辙？说找辙呢，给下棋不来。陈哥老自信了，所以做的老深了。我真的不该怀疑陈哥哎。三号是小童，五号是小宋啊。延续了选箱子的这个功力。对。花花上一轮是有，前一轮是有，看你能不能连失三回。那我也太衰了，我。三二一，我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你今天是水仙花，我太衰了。接下来是小白和松月，我们的口号是：我的快递不是诈骗快递。往里蹦，走走走，往里蹦。赶紧
还有哪几个箱子？三个吧。三个。我们俩换吧，玲儿姐。你为什么突然要跟他换箱子？因为嫌疑最大呀。我可以换，我可以换，我可以换。你这是四是吗？那我就换这个。哎呦，真是你这个太明显了。看我俩安静的坐在这里。他俩这个都是中间肯定是有水的呀。换不换？换不换？换不换？不换就这么地吧。哎呦，这儿吧，我知道没有。真的？啊，你有问题？不是，你是心疼我？你现在是杀爹还是杀义，还是我的哥哥杀义？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自己选。你要把哥哥都说出来了。换不换？我不换了，就这么地吧。我把安全的还给你。你怎么知道那是安全的呀？因为你一直在选择这个，我不是怀疑你才跟你换的吗？那你这可疑性可太……知道这是安全的要换了，现在又觉得怜香惜玉了。再想换是因为他刚刚坚持说这个是安全的，所以我跟他换，他不换嘛，最后被我换走了。换，我一定要证明傻儿师长的话，一个弹坑里不可能出现第三个炮弹。行，就可一个节目效果拉满他。来来，我们的口号是：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我们的口号是。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我选的快递绝不是诈骗快递。这个嫌疑太大了，你要给我换的，我嫌疑又大了。不是，我觉得你俩嫌疑都不小。反正我觉得你俩都有问题。不会啊，我的逻辑没问题啊。你非常有问题。只有坏人知道一是好的呀。对呀，所以我跟他换了呀。哎，只有坏人知道一是好，所以你跟他换了。沙溢哥，你哥哥怎么了？哥哥坐水里了。没问题。哥哥在水里呢，现在已经湿到脚脖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经过这一轮，我觉得沙溢哥的嫌疑排除了，没有嫌疑了，好人。好人一个。完全没事的是不是只有小偷和贾玲两个人？就咱俩。我们俩强。对，我们俩是因为小童选箱子真的很厉害。来吧，你们俩幸运儿，拿这个 vivo S12 系列手机自拍一张，记录一下这非常幸运的一幕。王牌自护，卓瑞不凡，飞鹤新飞帆，卓瑞含乳铁蛋白和十倍益生菌，给宝宝王牌自护力。接下来进入飞鹤奶粉王牌卓瑞自护时刻。好了，身体也练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请上刘警官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侦破线索。刘警官，哎，刘警官人呢？不要惊慌。哎，这不是我们的陈讲师吗？大家不要惊慌，我把真实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好，我先说一下我，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反诈民警陈国平。哎呀，我就说眼熟。哎，警官这儿，是。陈警官在各个直播间里宣传反诈的就是您。陈国平，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反诈民警，从事反诈工作已有5年的时间。他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反诈警官老陈。反诈警官老陈全网粉丝近800万，单场直播最高观看量累计破亿，短视频作品获赞累计超过1500万，是最具影响力的反诈宣传自媒体之一。那您为什么在这装老师呢？我卧底，这里就是要追查一个诈骗团伙，
反诈训练营就是一个骗局。啊！天哪！我也被利用了。对，局中局中局。刚才的刘警官就是一个骗子。哦，他人呢？已经被抓了。首先呢，大家看了，他收了你们的手机、身份证、手机里边的一个验证码，就能让你银行卡里的所有钱都没。他也交代了，这个团伙里有三个重点的头脑，第一个是卧龙。第二个呢？凤雏，凤雏和刘老板，刘老板，对。所以刚刚被抓走的那个假的那个刘警官，他就是刘老板，对不对？啊，不，他只是一个外线的啊，一个小喽啰。真正啊是谁，就在你们之间。还有三个，没想到卧龙凤雏咱们是知道是谁的、哎、根据往期的经验卧龙凤雏这是，所以是谁呢？你说呢？而且同时一所大学培养出来卧龙凤雏两个，真的是我们有新一轮的线索可以让大家来搜证，马上进入新一轮的搜证环节，把他们找出来。王牌对王牌，所有人都已经进了小屋，接下来请卧龙凤雏来到场上。坚决投票把贾玲投出去。我跳了。你不用跳。我跳。你跳你保谁？我不保，我就是我拉他。你跳你拉他你怎么拉呀？我跟上次犯错误一样吗？跳匪了你拉他，你不就帮人忙了吗？我给大家说点真心话吧，我是黑龙，白哥是祖峰。我不行，我就飞蛾扑火。你要是扑火，你得保贾玲。我不得保贾玲，不是，完了我踩他，给他踩爆。你也踩他，咱俩都踩他，给他踩爆了，他就行，我是匪，明白吗？这回咱们高了。一二三，加油！好，所有人都可以出来了，出来了啊！出来了，出来了，可以了。据我所知呢，你们进入反诈培训班都是通过邀请，从而加入了一个反诈培训群，才来到了这里。我这里啊，正好有从刘警官那里搜集到的一些反诈群的信息。九点进群的有沙爹、夏明和李尖尖，十二点进群的呢有关敦敦、沈一点和肖鹤云，十五点进群的有贾美丽、火星花、宋前来，还有一些刘警官和卧龙凤雏的短信记录。刘警官对卧龙说：“已拉你和目标建群，计划不变，可行动。”这条信息是九点发送的，所以卧龙是在九点入群的。
有一个九点的聊天记录，除了刘警官的之外还有三个人。所以李尖尖、夏明、沙爹三个人里有一个是卧龙。完了，我踩他，给他踩爆。师哥，我第一轮就看出来你是，我一直给你留到这会儿，够意思吧？作为师弟。你每次不都是豁出去他保你自己吗？别这么说，这咱计划变了啊。我觉得那个，就是这句话，十点之后我会装作路人帮你们收网，大家注意隐藏。我觉得这个装作路人一定不是就是同伙，就比如说卧龙凤雏，我把另一个人拉进来，被拉进那个人，他们两个一定不是同伙。哦。哎，那装成路人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很像装成路人的一句话呀。听说这里有反诈课，怎么报名？哎呀我把我自己给弄进去。哎呀说半天给我自己套进去了。好路人啊，是不是太晚了已经？这大聪明太路人了。这个我觉得这样，我们啊别在这个真正的逻辑上耗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们逻辑真的那么缜密的话，我们不会当演员歌手啊，对吧？我觉得你就看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在第二轮我跟花花争八号九号的时候啊，那种表演如果是假的，那绝对是表演大师。所以哥，你刚才的言下之意，要么你是表演大师，要么你是好人。别在这儿就钻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啊。那个我判断花花首先是一个好人，我自己是一个好人，我知道从那个里面我觉得小童没失，明儿没失，完了再日常怀疑一下我师哥。我觉得就是我挺站腾哥这边的，我感觉腾哥挺真诚的，但是我觉得沙溢哥可以完全排除。为什么？为什么？沙溢哥，沙溢哥可以完全排除，理由就是他是被动，每次他都是我们去找他换，对，这是真的，他没有主动换过，而且没有一次拒绝，对，嗯，对对，这个太可疑了。你平时也没这么善良啊。师哥啥时候不善良啊？哎呀，看来这个环节沙溢哥对自己抗压能力是非常自信的，当了爸爸之后呢抗压能力也会提高，毕竟要照顾宝宝要特别小心加细心的，除了免疫力之外，宝宝还有自护力。那说到这个自护力，我一定要给你推荐一下咱们的飞鹤星飞帆卓瑞王牌奶粉，不仅富含乳铁蛋白和10倍益生菌，还涵盖了九大关键营养，给宝宝王牌自护力的同时还可以提升脑力和吸收力，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哦。这个我知道。贾玲，你的判断是？小白、婷婷和腾腾，这仨。理由？小白就是装成路人。谁叫你神逻辑把自己给绕进去？对，婷婷是刚才玩水的时候，最后她知道那个一号是一个安全的。然后腾腾是因为今天实在太反常了，我又反常了。嗯，我怎么反常？我问你，我怎么反常的？总生气，要么就是岁数大了更年期，要么就是狗急跳墙，总得有一个。哎，你看，又是这样。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考验一下大家识别真假的这个能力啊！问问你们，下面哪句话真的绝对可以相信的事实 ？A. 爱你一万年 ；B. 免费看书一百年。那绝对是免费看书一百年更可信。我们七毛免费小说的口号就是免费看书
100年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七猫是一款真真正正免费的正版 APP， 窜到最后一张一分钱都不花呀。可不是吗？我就在七猫必读榜上看了本玄幻小说，原来我是世外高人，没花过一分钱。非常好干，我也看过，之前宝哥也推荐过，轻松幽默，脑洞大开，男主钓到鱼写写字儿，竟然轻松的成为了别人口中的高人。哎呦，这本书在七猫必读榜排名第5，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定要去看，不知道看什么小说，就上七猫必读榜，免费看书100年，七猫免费小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反诈学习课程。连线打第一个电话，身份陈仙女秘书。电话诈骗有20多种常见方式，犯罪分子通过冒充熟人骗取信任，然后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结算方式骗取钱财。我们接到所谓熟人的电话，一般会怎样应对呢？陈警官好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第一轮的互动啊，谁真的在帮沙溢借钱？陈警官和子健将会帮助大家一起完成这一轮。我来简单的说一下规则。沙溢呢想委托一位他信任的王牌家族好友管现场，他的队友们借100块钱，请王牌家族5个人自行商议谁做沙溢哥的真朋友，和他保持通话，另外4个人伪装和他通话。反诈队通过提问来找到沙溢真正的朋友是谁，并且把100块钱转给这个人。如果转对了，反诈队获胜；转错了，王牌队获胜。考验大家辨别真假的能力。电话已经接通了，沙溢哥呀，你用一句话来跟现场的各位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呀，这都几点了还不下班？大家好，我是演员沙溢，你们累了不？大家好，我是卧龙。自爆了是吗？大家好，我是军医校草沙溢。好了，接下来你们可以自由向他们提问了。沙溢哥，你觉得王牌家族里面的人谁最不会要求你还那100块？沙溢哥说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借钱给他。他说他还在想。你说呀哥。是你还在想还是他还在想啊？他太难想了，那就抽个最小的小宋吧。嗯，小宋。他说小宋吧。为什么？因为越老越抠。越老越抠。他说的。像花花和小宋。花花和小宋。对，因为花花那个答案太不靠谱了，就特别像沙溢哥，一上来就是我是卧龙这种。但他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呀。沙溢哥，你为什么要借这100块钱？那说来话可就长了。他说资金周转，然后他说他儿子想要一个冰墩墩，然后想开一个毛绒玩具店。看你们费这么大劲儿，如果说真的说要开店呀、什么事儿需要资金周转的话呢，就找杜小满。天哪，好可怜。他说他过了12点还没吃饭，他想去吃点饭。还有谁想提问？我问花花吧，就是沙溢哥演《流浪地球2》。然后问问他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演的2。没有吴京我就是男一号。小宋。他演一个球。
他演一个球。腾哥，啊？问问他，问沙溢哥演的《流浪地球二》里的什么角色？叫什么？吉米、Jacky 什么？好嘛，演一个外国人呢。王鹏、王蒙、王鹏啊。王鹏。王鹏啊。王鹏，演一个叫王鹏的人。王鹏。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排除掉小宋？我排除小宋了。你排除小宋了？对对对，等太久了，对。太久了。太久了。OK， 他演一个球。小宋那个肯定他这是应该连线了，为啥呢？后边那个故意拖延时间，让大家感觉小宋没接他的电话，但是呢一定是接了电话的。老警察呀，不愧是老警察呀。确定了哈，一下逮着了，答案出来了。越强调的越有问题，他俩是一直在强调。我问一个，问沙溢哥如何评价吴彤导演。他说吴彤导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但是最近头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圆，语气都很像是真的。腾哥听到什么了？比你还胖。你说这你是你还是我？喂喂，信号不好啊。是我的没电了，是他的没电了。喂，哎，这真烦人。腾哥已经把自己给淘汰了嘛，对吧？咱们就不用排除他了。难就是因为就是他们五个人了解沙哥比我们都深，所以他们很能还原那个所谓的真实的答案。对，这样你们到台侧内部合议一下，回来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小宋他评价吴彤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像是他那个年纪会说出的话，我觉得他那个更像是损友之间，就比如说我说他的那个言语。对，然后越老越抠嘛，对，你刚刚说，然后流浪地球回个球。最直接如果针对小宋的话，就问沙溢老师如何评价腾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就是小宋一定不会对。不一定，不一定。他们，你像他们自己家族的人，随时都可以开玩笑。他还可以借助沙溢老师的身份来开玩笑。那小宋的性格，他本人不会对腾哥有特别非的评价，但沙溢老师会有。所以这是对，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极大的反差。我想一个私密一点那种的。你觉得沈腾宇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对，可以，我觉得这个好。我们争取再问最后一题。一道题搞定是吧？哦，哎呦，这个问题有分量了。沙溢哥觉得，腾哥在未来的日子里边还有什么能再完善的地方？小宋，沙溢哥觉得，腾哥在未来的日子里边还有什么能再完善的地方？小宋，他说没啥好提升的了，已经到头了，已经到头了。已经到头。那我觉得这应该符合我们的验证的一个那个吧。你们有结果了吗？哦，我们就锁定小宋。松雨觉得小宋，小白觉得是小宋，确定。这样你们先选一个人，从我身边的这个杜小满宝盒里面领100块钱。如果你们觉得是小宋在通话，就把这100块钱交给小宋，证明你们最终选定了答案。好，小宋是不是真的和沙溢在通话的那个人呢？我们先把沙溢请到现场来。
这是不是正确的答案？站在他身后，你就是跟他在通话。三、二、一。我都已经觉得稳赢了，然后陈警官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是小宋，哇，那一句话是陈警官点破了小宋，他把所有的火药全转移到小宋这上了。陈警官还老道啊，太富有经验了，真的。那个答案真的是演了个球吗，沙溢哥？我不能说太具体的名字，我觉得为啥球？因为完全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跟地球有关吗？我也不能说我演地球嘛，那更是对吧？好，这样啊，大家呢一定要有这个防骗意识，虎年别虎了，资金周转要选靠谱大品牌，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现在下载杜小满 APP 参加王牌战队 PK 赛，还可以赢现金红包哦。是，资金周转还得找杜小满，大品牌有保证。接下来又有几位嘉宾要进行反诈宣传的表演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手法，为了让家里的长辈可以提高警惕，沙溢、小童、小宋把一些反诈的小窍门、小诀窍呢编成了一首歌，叫做《反诈版你叉叉》，一起来听。沙子姐，让你退的保健品你退了吗？回家就约快递上门取货，立马就退。好。你叉叉，让你别占便宜你偏占。你叉叉，让你别买保健品你非买。你叉叉，叫你下反诈 APP 你不下。你叉叉，要是个警惕骗子的手段，沙溢老爹请听我的话，每天唠叨都是为了你好，相信儿女没烦恼。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骗子你一辈子也别想套路，姐一眼就能看清你路数，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擦亮眼睛奉献防诈骗，一起创建和谐的家园，骗子呀莫信呀。大姐你现在听我说，骗子的手法有很多，购物贷款和交友，投资刷单装配偶，反诈 APP 你要下载好，陌生的电话别把你找，个人的信息你不要外传，添加你好友要阻拦。我擦亮眼睛奉献防诈骗，一起创建和谐的家园，骗子呀莫信呀。叉叉，就要听我的话，骗子我从飞机上把你丢下去。你叉叉，反正 APP 我们一起下。你叉叉，反正 APP 我们一起下。你叉叉，你叉叉。我们让陈警官来帮助大家做最后一轮的分析。陈警官有什么重要线索？我们在犯罪窝点找到了三份证据，其中有一份程序开发报告。据调查，诈骗集团研究了一款木马病毒，该木马会盗取当事人信息，并造成不同程度手机故障。追踪以后，发现该网页服务器来自王牌大厦。你看，3月1号是反诈培训计划开始，然后有这五个人出现在王牌大厦了。那个腾哥去过，小宋去过，贾玲去过，小白去过，花花去过。贾玲3月1号去王牌大厦做什么了？我去修手机了。我是手机出了点小故障，然后去修了。
花花去王牌大厦干嘛了？修手机。我也是修手机。腾哥，你是为什么去？我去，因为那个反诈那个招聘了，我去了。哎，这里有一张收支单，有火星花，有关敦敦，有沈一点，有李尖尖，有贾美丽，有肖鹤云。但这里面没有沙老师。我也被骗了钱了。这里面没有你，这里没有你的记录。这还有一张面试评价表，这个是诈骗犯其中一个。该人员外表忠厚老实，内心意志薄弱，容易被心理话术掌握，可以考虑录用。这不就贾玲吗？难道是我？这绝对是你啊，玲。因为有了一个这个面试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单子，我觉得就指的有点明显，那所以我这一把就怀疑玲姐。哦，我在你们心里原来是这样的，意志薄弱，容易被掌控。我觉得是三个案子会有三个诈骗犯在里面，然后第一个案子里面我觉得我比较怀疑沙溢哥，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收支单里面沙溢老师是没有被骗钱的，然后他在现在又说是自己有被骗的记录。我也被骗了钱了。这里边没有你，这里没有你的记录。那这个跟他的口供是对不上的，然后再加上刚才那个照片，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同时说是手机中木马去的这个维修大厦去修手机，只有腾哥一个人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蹊跷，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案件里面我可能会觉得腾哥嫌疑更大一点。然后我确认了沙老师是其中一位的话，那我可以排除韵姐在里面，因为她是在建群的最初的三个人中的一个，所以我排除韵姐，那其他就是小腾跟小宋，对他们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我觉得会可能性大一点。我比较偏向于小腾吧，因为我觉得小腾进入这个群的时间会比小宋要更早，而且小宋是被小腾邀请进来的。我有一个逻辑，我觉得还蛮合理的，你们听听看。三个案子，三个骗子，每一个案子里面有一个骗子。冰墩墩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所谓的十二点之前就进了群的，就是小童，所以我怀疑小童。可他是我拉的呀。对，他进群是苏韵拉进去的，他自己没想进去。所以他是我第一个排除。他原来还有一次想退群的记录。对。但这并不代表他是清白的呀，为什么他就是清白的呢？那接下来是什么？是校草。按照刚刚那个逻辑，我觉得卧龙只有我们两个才有可能是，就是最早建群的。那我知道我不是，所以我只会合理怀疑沙哥。这个案子是沙哥是骗子。然后元宇宙就是我、花花跟腾哥了嘛。那我知道我不是，我相信花花也不是，因为他也是十二点之后才进群的，那就只剩下是腾哥了。所以你只认的是沙溢哥、腾哥和小童。小童，对，这是我的逻辑。这俩是不是有点打包关系？打包？你还没发言呢吧？没发言。你要不要发一发？我要发，我觉得要不要稍微重视点，我师哥。每一次到我这又该研究。那你说，反正有我们俩听，他听不听不管。对，我们俩听，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他俩现在啊，在最后啊，他俩有点就是互保。我觉得他俩肯定跑不了了，他俩到最后一个就是联盟，卧龙和凤雏已经俩人就是绑在一起了啊，死踩一模一样的三个人。我想说，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分析完桌面上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分析这个骗子三人组的这个计划。对，这个也是从他们的总部找出来的。因为其实这个计划里面有很多的说得很明显的线索啊。
就是我们用排除法的话，首先夏明就是一个安全的，因为他上面形容的是自以为是投资家，最喜欢群里指点江山出风头，抬举骗法对他最有效，就证明夏明是一个目标，骗他是对是个目标。肖鹤云是不知为何就转账了，可以继续发展挖掘，就是证明他也被骗了。贾美丽是音色优美酷爱帅哥，曾经偶像刘德华派出杨洋每天给他发晚安语音，就证明也要骗他。你看沙爹表面寻找全民偶像谷爱凌是为了孩子做培训，实际然后沈一点是群里第一牛皮大王，现实中抠门抠到家可以优惠。关敦敦是因为生日和冰敦敦为同一天，误以为自己冰敦敦转世，疯狂求购，可以干一票大的。刘老板可以干一票大的。开始投票。卧龙是沙爹，凤雏是沈一点，刘老板是关敦敦，小宋。那个卧龙是夏明哥，凤雏贾玲姐，刘老板是肖鹤云。咱们这完全一个路子的。好弟弟，我发现他特别适合这种游戏，不会听任何场外因素的，信自己。马上统计每个人最终得票情况。得票最高的是沙溢和腾哥，投票票数相近的是贾玲、小白、又婷和小彤，而绝对安全的是小宋、松韵、花花。都不知道为啥，咱玩多好啊！咱玩多好啊，咱俩呀、啊！太好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就名给起差了，怎么被弄出去的呢？上来不就让人给卧龙凤雏？你这玩意儿智慧写在脸上。那根据现在的票数呢？你们几个是重点怀疑对象，再给你们一次解释的机会。你们四个人是没有投票资格的。只有其他的人有投票资格，不就他们仨投票吗？对，小宋，我刚那一套逻辑都跟你讲明白了呀。你们忘了刚才大家对小宋的分析了吗？你们说你们的，他投他的。小宋，你就信自己就完了。既然咱都已经玩到这份上了，把老板供出来得了。小白。小白。把我供出来了。沙溢哥别来了，都没有成功。而且你别了，准备最终出票。这轮想投给贾玲的，3、2、1举手。你小子真的白说哈。投给小白的又婷的举手。投给小彤的3、2、1举手。这并不代表他是清白的呀。小彤进入这个群的时间会更早。那我投小彤好了。Yes。小彤两票。全部找对。我觉得最重要是最后小宋那一票，全部找错了。我们仨给他鼓鼓掌。恭喜大家顺利完成本次反诈演习。虽然这次诈骗案件是虚构的，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的人在遭受着真正的诈骗案件。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这次演习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好，谢谢陈警官。其实呢，这个反诈从来都不是我们民警和骗子双方的斗争，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所以呢，我们呢就和更多的人一起宣传反诈。反诈可以说光我们警察是不行的，需要各行各业全民参与，全民反诈，最后达到天下无诈。警
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观看节目在微博开启王牌定制补给站玩法观众可以晒出对节目的优质想法多种惊喜实况热聊助力治愈补给也将不定时派送来微博跟王牌家族一起迎接元气能量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广蓝 TV 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百家号网易新闻客户端微视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中华网 Docker 天眼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your life. You're so self-centered, but I don't need you. I've got to break free.他们把我给拉这球上了。走什么走啊？这还一个人呢？还修完呢来呀来帮排呀欢迎王牌家族，我们回来了。